日本东京为舞台的 Beast Breakers， 玩家扮演的少年和真将与半兽半机械的大型机兽展开一场场激烈的战斗。游戏采用横向卷轴的方式，只要简单的操作就能够攻击、防御或是闪避。而除了要不断的进攻，抢在时间内击杀敌人之外，还要注意观察他们的攻击动作，准备随时停下来防御，或是选择正确的闪避方向。另外也有剑、斧、拳套等不同的武器，还能够透过收集材料合成出更强力的武器装备哦。